我想讲就系咧，我成日讲嗰四个层面咧，我成日喺度即系觉得话，唉，如果健康系咁单纯，净系食嘢食啲乜嘢，饮嘢饮啲乜嘢，即系你哋咪好中意咁样谂嘅，好多人都觉得啊，我只要食奇异果，身体就健康啦，啊，我只要咧饮呢个红枣水，我就会点点点啦，即系好中意用呢啲好简单嘅方法去谂嘢噶嘛，系咪？如果真系咁样样嘅话咧，咁我成日都觉得咁应该冇乜人有病嘅啫，系嘛？即系大家唔会啲嘢病咗咁耐啦，咁我咪所以 include 埋我其他嗰啲嘢咯，即系我 include 埋情绪嘅层面啊、能量嘅层面啊、灵性嘅层面啊。咁但系当然唔系个个都接受到啦。咁但系我觉得我而家去到一个位啦，我就觉得喂，其实冇所谓嘅，即系。係，我係打開門口做生意，依個係真嘅。咁我而家呢段時間，我嘅表態咁樣，都令到好多人崩潰嘅。即係你諗下，其實我啲客大部分係邊啲咧？唔係嗰啲上咗年紀啊，跟住身體而家不及從前咁，跟住嚟關心健康嘅咯，係咪？咁好多都係冇政治立場噶，又或者話係男咯，根本男嘅有好多嘅，你明唔明？係啊，咁但係點咧？咁难道我就因为要为咗你嗰、那个，即系唔系话几文钱啊？唔通我要为咗赚你钱，我就要扮我自己系蓝丝，或者系话俾你听我亲中爱国咩？即系你爱唔爱国系一回事，即系我觉得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好多人搞唔清楚咧。一个 concept 就系你爱国同爱执政党系两回事，即系爱国唔会有人咧走去。嘈你炸你型，因为你唔拥护当时嘅执政党去拉你去坐监，捉你去打靶噶嘛，即系唔可能有啲咁嘅事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所以而家你话发生咩事咧？即系法官也要爱国的啊，咁跟住自己警察好似唔够力去执法咁样，而要请埋一啲黑社会出嚟帮忙协助执法。香港唔好咁癲啊！你同我喺香港大嘅，我哋有冇諗過香港會搞成咁咧？冇咯，OK？咁我哋冇做啲乜嘢，我哋冇清淤血咯。其實我哋清嘅淤血，即係我想講話，我喺咁多個層面，我不嬲咪講健康有咁多層面嘅。我而家逐個逐個層面同你講，香港而家係啦，有病啦，Hong Kong is sick，OK？It's confirmed，it's final。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？咁我哋而家做啲咩先？係咪？好啦，你点样样？你就揾一扎刀手出嚟斩人啦，跟住仲要系讲普通话嘅。兄弟们，同志们，那边咁样，即系，喂，你唔好咁啦，你唔好当香港人傻嘅先得噶。即系你今时今日，如果你邻近地区你系 proud of 六四事件嘅话，你唔会今时今日唔认呢件事啦，你唔会话件事冇发生过啦。Obviously 就系你自己都唔以呢样嘢为荣啦，啱唔啱啊？OK，咁你如果唔以呢样嘢为荣，跟住我哋年年走去悼念，跟住你又要讲少啲人数嘅话，即系点解你又觉得你今时今日你可以咁样愚弄香港人咧？系咪？我唔知今日嗰个咩4000亿人民币咧，其实唔系美金嘅，嗰、那个咁嘅，使我睇翻个名先咩？貨幣互換啊，好似叫做 OK。咁當然有人就講話喂，其實咧唔係互換啊，係走數嘅。佢咧係攞咗之後咧就冇俾翻你。OK 嗱，我唔知啊。即係如果有多啲 information 嘅人請透露啦，我就唔識金融嘅，識嘅係蕭公子啦。蕭公子咧從來都冇得閒過啦，去做節目啦。即係如是者過咗幾個月㗎啦，咁所以咧，我諗我都再睇下有冇其他人可以俾到意見俾我哋啦。到底呢個咁嘅。互換機制係咩一回事？OK，我話俾你聽，我 most probably 你估都估唔到，我可能比你更加愛呢個國家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係真係中意佢嘅唐宋詩詞啦，我中意茶道啦，我中意書法啦，我中意佢好多嘢，我係真心嘅。OK，只不過我唔係太認同佢執政黨所做嘅一切啫嘛。咁你問我，如果佢執政黨突然之間痛改前非，突然之間唔同晒嘅話，咁？而佢肯承认自己过去嘅错失啊，如是等等嘅话，咁件事会唔会唔同？Probably，OK，okay？ 我本身佛教噶嘛，如果你哋唔知道嘅话，OK，但我本身佛教唔代表我会排斥其他人嘅宗教，呢个搞清楚，我唔会啊，OK。咁佛家，如果你哋有印象，如果知道嘅人咧，OK，就系
阿淨空老法師咧有講過嘅喎，佢話其實咧人嘅病咧有三種噶嘛，OK，一種咧就係呢個身體違和啦，咁即係中醫所講嘅陰陽五行嘅 out of balance，OK，imbalance，OK，即係依陰陽五行，OK，金木水火土。就失去咗平衡，所以病嘅。OK，咁好啦，但系跟住同时之间咧，就仲有两种病喎，系咩咧？就系冤亲债主病同埋因果业障病啊嘛，系咪？咁呢一啲系你生酮都冇用嘅喎，其实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呢啲解决唔到嘅喎，你生酮都。咁所以点解我哋先会再有买呢个 shamanic，即系萨满嘅疗愈？萨满嘅疗愈咪就系处理冤亲债主病咯。OK，咁跟住夏威夷嗰套咧，和 Ho'oponopono 啦，OK，攞嚟處理咩啦？就係、是、處理呢一個因果業障病咯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嘅啫。其實，OK，點解啊？因為唔係即係話啊，我有乜嘢病都好啦，我淨係透過生酮我就好翻。生酮係必須噶啦，OK，生酮係一個底嚟噶啦。咁如果你生酮得嚟，你日日都猛姜咁樣樣，嬲嬲嬲嬲嬲啦，咁你血壓就跌唔到落嚟咯，有幾難明啫，OK。咁如果你唉啲脈輪好弱，咁啲脈輪都唔夠力。點樣 support 落你啲經絡咧？你啲經絡唔得，咁你啲穴位又塞，咁全身都錯晒，周圍都唔通，OK。呢、这個政權咧，佢個黑暗體相當之大。OK，咁點解咧？佢會第一時間咧會去喐西藏嘅寺廟啦。因為如果對西藏佛教有了解嘅人都會知道咧，其實咧西藏嘅寺廟每晚咧都點好多好多嘅供燈嘅。OK，咁咧我可以念一個供燈祈願文俾大家聽嘅。OK，係啦。咁咧，如果在佛教嘅朋友嘅话咧，咁你哋咧可以用呢一个供灯祈愿文啦。OK，咁如果你唔系佛教嘅，冇问题噶，我哋唔排斥任何人、任何宗教嘅，by all means 冇问题。OK，咁我读俾大家听啦。OK，咁咧就系诸佛正法现圣真啦，直至菩提我归依我所行诸功德，为利众生愿成佛。OK，呢一句咩意思咧？OK，就系咧已经。成就咗，已经成咗佛嘅，OK 嘅所有嘅圣众啦，OK，直到我成佛嗰刻咧，OK，我都依赖你哋作为我嘅导师，以我所做种种嘅好事，种种嘅功德咧，OK，目的都一个咧，就是、为咗利益众生，为咗帮助所有众生。嗱，在下我咧就发过菩萨愿嘅，咁所以咧，在下都系个菩萨嚟嘅。咁样咧，喂，呢个无聊啦。咁咧个 point 系咩咧？个 point 就系咧，我见到好多佛教徒咧，包括阿姐布丁个阿姨啦，都系呢个时候咧，系攞嚟啦，攞佛教嚟消费。OK，就话咧，佛教咧就不问世事嘅，呢一啲嘢咧就唔关我哋啲修行人士嘅。嗱，呢一个咧，我想话俾你听，你系消费紧佛教，因为 supposedly 你做一个佛教徒，你皈依咗，你做嘅每一样嘢咧，你都系要利益所有众生为你嘅首要。OK，即系我做每一件事，我嘅心唔系为咗利益我自己。你明白即系？點解中共政權個黑暗體咁大？係因為佢 feed on 咧，國民嘅恐懼、不安同埋悲傷，所以你見佢咁多年嚟，佢不斷做呢啲嘢。OK，佢越做得多，你越覺得喂冇理由喎，大佬，你西方社會咁樣一早冧咗檔啦，咁樣，咁但係點解佢又唔冧檔嘅咧？就因為佢係透過吸食咧。國民嘅恐懼、擔心、不安、焦慮，以及咧國民嘅嗰種嘅麻醉自毀性行為，例如出去賭錢啊、打機啊，跟住不問世事，將自己一路咁樣沉淪落去。OK，係透過呢一啲嚟 feed 佢嘅能量啊嘛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呢幾年越揸越緊，個迫害越嚟越嚴重。唔係淨係針對佛教咁簡單啦，佢第一個喐嘅係西藏佛教，
點解？咪因為共登嘅關係咯。OK， 但係而家喐埋天主教嘅，冇得獨善其身噶咯，大家。即係你可能你而家聽緊我講啦，喂，點你做咩讀？因為共登奇緣文呢個係差事咩咁樣？唔緊要，但係我只不過想解釋俾你聽，即係點樣好喐咗藏傳佛教啲廟先，因為每晚幾百盞、幾千盞咁樣念嘅。咁所以其實。大家不要被形式所規限、okay? 形式是什麼不要緊，正如你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，但你有需要做這個撒母療愈的話，我們可以 connect with archangel 的，即是大天使的、okay? 我們念那個 Ho'oponopono 那12個 step 的 process、okay? 我們可以是聖父、聖子及聖靈的，可以的，沒問題的、okay? 或者你說我喜歡佛法僧又得，你喜歡阿拉又得，沒所謂，都是那句，最重要是幫到當事人。因為 and again, 真正的佛教徒，好像 Kenneth 先所說，其實你是要幫助給你度化一切眾生，你成佛 in the first place 就是為了要救度眾生，你不是為了自己超脫你的痛苦。所以今時今日呢，我哋唔應該諗話啊！我點樣樣要離開香港？我移民，我剩應該一齊諗我點樣救翻香港 ？OK， 即係你見我哋，不論六月九號上街，定係之後咁多次嘅上街都好啦，或者而家喺前線好辛苦，食緊催淚煙，跟住捱緊警棍，跟住食緊麵包飲緊水嘅年輕人。Sorry， 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，不是因為他們有空沒事做，我再說多一次、okay? 如果你知道身邊是有年輕人，有在前線的義士是受到、是需要有這個需要，跟他說可以上來我店頭休息，上來坐，跟住上來吃東西，上來睡覺，沒問題。我那裡唯一是沒得洗澡而已、okay? 還有給名給我，我幫你們做 healing、okay? 我是一個 healer 來的，我願意做這些事的、okay? 好不好？今天講到這裡，你都聽到我其實已經沒什麼聲音，沒什麼氣。香港人加油、okay? 香港 sorry 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，大家頂住。